不能动了怎么办？然后一直磨，磨到人家没血，然后最后不能动了。磨那怎么办？你不能跟妈妈睡觉了。那个庐山圣母发一条龙，就黑龙坡的感觉。你可不可以跟妈妈去睡觉？上马就是那个顺。哇，弟弟卡住了，对不对？弟弟怎么卡住了？哎，全部破坏了。弟弟可以动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每个漫画都很像。哎呀，车跑来我妈妈这里了，给你，还给你。然后小日本。